今天是中华民国105年3月22号，在百茶大园摆七楼，我们东山后门公证的来抽出一二月在我们柜位上买了3万块会有一张的抽奖券。那今天会抽出10台的养生机。那我们有请百茶大园摆的商品跟张主任长，帮我们当一个见证，请向你看一下这个养生机。箱子绝对都是哦，都是透明的哦，那这个也都是 OK 的，里面都没有放东西。箱子里面可以拿起来，这个没有任何的一些瑕疵 ，OK。好，那我们就把所有全台湾的一个畅饮把它放下去。第一个是宝庆远东。第一个是宝庆远东，好，第二个是战前星光，再来是宜兰新月。再来是星光天母，好，高雄大力，再来是高雄原版。高雄的大土，高雄星光三月的三多，左营星光百货。梦时代，屏东太平洋，梦时代的阿雷斯，星光三月的 A8， 再来是新竹的远东。台中星光的阿雷斯，再是台中远东的阿雷斯，再是台中星光。星光南西店，在花莲远东，林口的三姐。
三月 A 九。桃园远东。我问先询问，然后他说，我再看看肉。来，星光三月南西的 RVC。他买了，他问是要做。对。产品信义 RVC。处长先抽五张，好不好？先抽五张。处长抽五张。那是什么食材？这里没找到过。你把那出来，不要名字，各自把这列名字、地址地址表演，离题。吴小姐这边住住板桥，住板桥，板桥区的怡婷小姐，第一张，秀凤，台北市的济南路，第二张是秀凤小姐，台北市的济南路，静瑜，新北市的芦洲。
进入新北市的泸州第三个。农会苗栗的铜锣。农会苗栗，恭喜。秋林沙鹿。沙鹿的秋林小姐，恭喜。林丽华，台中。丽华的台中人口。文斌。文斌住在彰化。谢谢处长跟乡里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恭喜，好，谢谢。